guys, as I was collecting ideas or gathering ideas for new videos, I kept seeing this reoccurring theme, at least from recent messages, recent private messages to my Bilibili or Weibo, or you know, even to my WeChat, and that is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speaking. I'm just gonna go over this video in a FAQ kind of style, just so I don't have to kind of like structure my video in a certain way. It's gonna be a little tricky because I'm gonna switch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and then English to Chinese. So, 我讲中文的时候就是在讲你们的问题的时候，然后有些概念可能用中文讲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需要用比较逻辑的语言的时候，就会用英文来讲。Okay,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个朋友问，在国外，他在国外读书，然后平时听不懂老外。 老师讲课，就是一般的简单交流他还可以，但是如果同学或者老师讲太快的话，他就听不懂。然后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他之前看了美剧，然后也发现没有用，然后看英文书也会看到就是不会的单词或者不会的语法，这时候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或者有。 就是类似的话题，就是在美国读书或者在国外读书了，发现英文还是不行，怎么办？首先，你一开始出国就是没有保证的，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保证说你出了国英语就好。一般会跟你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没有出过国的人，或者就是急着让你交钱给他的这些人，让你及时赶紧出国。所以你在国内的时候英语程度是怎么样？ 你在国外英语程度基本上是怎么样？除非你在国内有接受过这种模拟训练，不然的话，尤其是高中生或者初中生出国的话，没有一定的单词量会很痛苦的。这是一个，所以你现在整个准备工作都是一个比较亡羊补牢的过程，尤其是如果你当时语法基础就很弱的话，为什么说老外讲的简单交流你可以听得懂，但是讲的快一点就听不懂呢？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可能他讲的不是快，可能他讲的就是有一些单词是你听不懂的，因为你课堂上的交流可能会讲到课本上的一些东西，那这时候课本上的东西，如果你这些单词不认识，你这些长难句看不懂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交流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可能他讲话的内容用文字你都可以听得懂，你可以看得懂，但是因为你的语言基础比较差，这个语音基础体现在。 个别音标发的不是很清楚，或者说，连读的时候你没有练过连读，因为中国人讲话讲发音的时候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的，所以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念出来的，所以老外有很多连读现象就是没有办法，除非你自己知道怎么连读，不然你根本听不出来连读的。对，这个训练我自己亲身体验过，就是我没有练连读之前，所有老外讲多慢讲多快都是天书。 哪怕我觉得你现在说这个简单交流听得懂，可能也只是片面听得懂，就是听不到一整个完整的句子，就大概能够猜出来他说什么，并不能整句话整句话听得出来。对，然后至于说你的解决方案，说看了美剧没有用，这个你是怎么看的呢？就是如果看剧情的话，我也是看美剧；我如果看了一遍剧情，然后重复看一遍这个英文字幕，然后再去查英文字幕里面的生词，然后再去看这个语法结构，也是看。 对吧？所以看一个东西，不同的人看法，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结果。再来了，我也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美剧，可能有些美剧不适合初学者学习。对，我现在就把你当做初学者，比如说《绝命毒师》、《越狱》这些的都不适合初学者，至少不适合你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有一些俚语，有一些不同的发音，对你一开始都是有起到分心作用的。另外，你说看英文书会看到不同的单词和不同的语法。 对呀，就是需要学这些生词才需要看原著，对不对？你如果看一个原著都看懂了，那就跟看中文没有什么区别啊！不要觉得说看不到不懂的东西是一件坏事，只是说我们这个不懂要控制到多少的比例，或者说控制多少的速度。如果说一个东西是正常难度，是你自己的基础太弱的话，你可以慢一点看。像我一开始看《穷爸爸富爸爸》的时候，就是一页一页慢慢的看的，看到就是说我觉得。 我能够彻底理解了，就是哪怕有些单词你可能这一下还不能完全的记住啊什么的，我只是保证说我这篇文章或者这一页我能够理解，有一个阅读的通顺感，然后继续阅读，继续在同样单词范围的这种阅读文章里面再浸泡。It's not a matter of like what you should read,
It's a matter of why you're reading this. What's your purpose? What's your goal? You have to know what kind of books you should be reading, how many words you have, and how many words are in this particular piece of reading, whether it's an article, whether it's a book, whether it's a magazine. You have to know what range or what level you are at currently. So it's not just about, oh, I'm just gonna buy a bunch of books. If you just go over the words, if you just stare at them, you could still categorize that as reading, but it's not really, because you don't really understand, or you don't understand completely. I would strive for 80% or 90% in the beginning.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majority of the text, whatever text you're reading. As far as grammar goes, 如果说语法你完全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话，你需要重新系统的先学一遍语法。就是语法好的一个特征，就是哪怕这个句子里面有很多生词，你能够大概猜得出来这个单词在这个句子里面的作用是什么。不说意思哈，但你至少能知道，哦，这是一个动词，我只要去查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我整句话就能说得通了。所以这个语法是需要系统学的。单词我们不能够保证说看一篇文章或者看一个原著都没有生词。就像我现在看书，我不要说看英文书了，看中文书也会有不懂的字，对吧？那不懂的字你就去查，对不对？但是前提是你要先保证说你看句子，或者说你这个语法分析能力已经能够保证结构很清楚，然后有60%-70%的单词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这个比例很低的话，你可能要从很基本的这种非原著的这种辅助教材，比如说英文教科书啊，对吧？当然现在你在美国学习，然后看一个这种初级的英文教材，你可能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但是这就是你真正的实力所在，你的单词量，你的单词的质量，对吧？有些单词你很多意思都还没学过，但是美国人最喜欢用这种多词多义的这种很初级的单词，所以不要紧张。你的情形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遇到这样的情形，我觉得太多人，太多的家长，太多的这种中介机构都太急功近利，想要把孩子，想要把学生什么都不懂就直接送出国了，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的。当然既然你已经出去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说你需要特别有耐心，你需要非常非常的直接诚实面对着自己真实的实力，跟你在不在国外学习，有没有那个环境没有关系，就是你原先的基础还有你的学习方法决定你的英语成绩，决定你的英语程度哈。不要说是在国外学习了，很多在国外毕业了回来就是已经是海归了，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还有英语还不好的问题。我有学生是已经毕业了，已经回来很多年，海归很多年了，照样还在跟我学英语，所以可想而知这个问题还是蛮严重的。 Anyway, I hope that was helpful. I thought I was gonna do a few questions, but it turns out this question is big enough. So yeah, let me know what you guys think. I know it makes sense, but is it practical enough? Did I give enough suggestions? Do you want me to recommend some materials? And we'll go from there. Alright, bye!